受访，没想到先被晒热的椅子烫到，李多惠反应超级猛。她跳槽为全龙啦啦队当小龙女后，为代言首度现身。친구들이이제제가온다고했을때 DM 도많이왔었고그리고댓글도많이달아줘가지고어지금굉장히좋은상태고그리고또거기에제가전팀원인미즈키도같이있잖아요미즈키랑은또어제까지계속연락을하고우리곧보자고했습니다跟林湘在当队友，只是先前李多惠自行官宣当队长和小应形成双队长局面，引起议论。小应的部分，就我们球团的问题，今天就刚刚那样回复就好。好像高雄有点取消，会不会觉得有点舍不得？品牌的活动，所以音乐会的问题，我们今天也很方便。对。网曝高雄见面会只卖出26张票，疑似票房太差取消，敏感问题通通谨慎不回应。至于李多惠为何退掉乐天女孩们的 IG 追踪，台湾经纪人也跳出来表示得问韩方。친구들이랑떠나는마음은살짝아쉬웠지만어차피친구들이랑마지막도아니고밖에나와서보면되니까그래서이제밖에서보자랄라니한테는이제집놀러간다고도했어요间接否认外界揣测和队长兰兰不和才决意出走传言，先前兰兰也晒出两人对话，写下像这样爱着你。而身为首位来台发展的韩籍啦啦队员，아걱정은하나도없고요이게다각자의매력이있다고생각을하기때문에저는뭐누가더막인기가많고이런거는하나도중요하지않다고생각하고각자자기의역할열심히하면은분명히이제팬분들께서좋아해주시고이런게있기때문에걱정하는건없는것같아요李多惠也期待专辑发布及开幕赛亮相，不让争议影响好心情。TVBS 新闻超号洪婷台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